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，上期回顾。季科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小鸭子孵化出来了，我们还做个鸭笼子呢。好了，辛苦了。可是个朴挺喜欢我，朴非常热情。那我真要了小朴。哎哎哎哎！老潘，老潘，老潘，老潘。今天的梦里，我那一会时差就来了，我就得睡觉去了。困了就可以直接睡。好的，好。老潘，你的木头都在啊！你的木头都被烧了。老板正在找你，给他回个微信。老潘，老潘，老潘，我从盘丝洞来找你来了。老潘，你现在是在做梦，不要害怕。木头没了，电锯也坏了，老潘。还有半夜玩老潘这个节目，哎，笑死了。小度，小度，几点啦？现在是晚上9:06。师傅，我想试一下扎腿。你可以挑战一下。你跟鹏鹏是练了好久了。哎，咱俩试一下。哦，这个多难呢、啊，这个。我觉得师傅怎么那么大的力量呢？两个人都放松啊，放松。我这个老生还在一个，悠着点，悠着点，悠着点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我悠着点，我不会紧张，好痛，我会慢，我会慢的，预备，我会慢，我会慢的，预备，我不会怕一下，我绝对不会。为什么一个孩子一直要逼着问？他就是不行。他就是不行。好了好了，行行行，先给位置机会。他笑完了，他笑完了，他现在可以了，他知道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。开始。你不要让我扯到了。他就是不行。不行！我是这腿部肌肉，这没关系的。那会儿大华也是，就可，真的太逗，好好笑，这孩子太好笑了。你坐，你坐，你们小心移一下。你坐呀，你不坐吗？我现在腿不适合先自坐，我们缓一缓是吧？缓一缓。朋友，我觉得你肯定都搞不过璇姐，搞不过璇姐，搞不过璇姐，搞不过璇姐。姐真的，这个必须要，这个尊严。有可能我这没劲儿。我也很久没练了。但你肯定可以，我觉得璇腿部。干嘛呢？他。鹏鹏居然接受，居然接受这个挑战。但璇姐就算输了也不会拉伤的。重点是璇姐是打开之后还可以更快。对，哦，这一比还是感觉雪儿很小只了。
你别紧张，你这样放在腿这样，很痛的。我觉得你是不会使劲儿，他不会那么，他没有，他又不是黄老师。来，准备啊，开，开，哎。没有开始，很大力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很大力吗？你承认是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，我感觉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我再来再来回再来回。先不，先要让开始才开始啊。好。预备。对。你说开始就开始。开始。你别模仿人，哎呦，你手不行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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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真的，真不行，真不行吗？他不会用那个劲儿。你现在变成我们蘑菇屋的保底选手了啊。哎，王老师给我们吹个小喇叭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我们也不吹人啊。我吹的是萨克斯。我倒是洗一下笛头，因为这个是可以洗的，你吹一吹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对。当年有思琴跟大华秀提琴，今天有彭彭跟王涛秀喇叭。秀喇叭。我给你洗了。啊，我给你。学了几年？学萨克斯学了五六年，小时候六七年。他没有问题，来，这么有才华。鹏鹏，你的高光时刻到了，鹏鹏。高光时刻，对，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先出个声，我们听听。对对对，可以的，我是童子功，很正宗，非常好。你这逆袭了，鹏鹏，你马上就要超越你哥了，你的高光时刻到了，鹏鹏。来呀，鹏鹏。不是，他刚吃了花生，主要是吃了花生，把花生吞掉，没事。我没吃花生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中指中中指。哎，楼上真的会洗了。哎，潘老师在这，潘老师现在这样的。好好好好好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不让他尴尬。我小时候的启蒙老师看到这段的话，哎，我们听听涛吹的。睡啊，睡吧，朋友们，开心。
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辛苦。闻着味儿就香。咱们喝皮蛋瘦肉粥。太香了。嗯。小朴呢？你要去遛吗？咱去遛遛四个小的吧。行。瓢盆锅碗坐好。对，你先抓一点给他们。哦，来来来来来。不喂你，我想喂盆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这个绿的，这个绿的啊，绿盆儿，盆儿，盆儿，盆儿是不是撒？盆儿，这儿这儿这儿，盆儿，大盆盆，大盆盆，来来来，这是盆儿。为什么我喂你不吃呢？来踩灯，天哪！要踩灯跟他狂抢。哎，踩灯，踩灯，踩灯！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你现在小的是。你看，彩灯又要跟他抢。你看，瓢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啊，你看，彩灯就不敢跟他干了。我就搞了一个，粥。对，那我就吃这就行了，太棒了。好，好。你几点钟起来的？我6点。哦，那你平常没有时差时，你在家的时候你几点起？在家里也是6点多。哦，也起得早啊。6点多7点就起。那你起来是怎么的？出去运动运动。起来跑步啊。所以其实啊。嗯。人这辈子最精彩的时候其实是40-50岁以后，自己的很多感受都通透了。嗯啊，然后呢想法也少了。想法少了。对，想法多的时候就乱。啊，想法少人就自在了。太好了。妹妹小何炅啊，你弄完了下来吃早饭啊。好，粥来了。哇，这粥来了。好，可以吃饭了。嗯，好喝。汤老师，好喝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大火煮的，嗯，哇，好吃，嗯，好好吃，嗯，汤老师，您自己生的火吗？对呀、啊，太厉害了，生火不很简单？何老师，哎，第一次，我啥也没干，啊，客人做的饭，真是，这样的客人可以留下来，又能够做木匠。是吧？又能够做饭。现在潘老师，你在我的排行榜上已经排第一名了。排名第一。我发现季科特别喜欢咱们的小狗。昨天已经确定这件事情了呀。确定了是吧？关键是他自己在犹豫。他今天又犹豫了，我觉得。是不是？最近这又是谁了？就是那个人，瓢和盆儿。盆儿是不是撒盆儿
盆小盆盆，你看郝老师，他看他爸郝老师。季科，这样我替你做主了。好，小盆儿，女孩好带，女孩好带，真的好养。好，那你要好好照顾她啊，每隔个一段时间就告诉我们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吗？不知不觉就在这儿，一天就过完了。嗯，是。潘老师，你是不是一会儿还可以再拍点照片啊？我出去转转，转转哈。嗯。潘老师，过两天给我拍照。啊，是吗？对对。拍杂志。我们这个寨子里边还有一些好看的景，你可以拍拍。好，好，我一会到上面一台去拍一下。嗯，注意安全，没问题。您要去拍照吗？您拍照是可以叫我，我有一个胶卷相机，我也想拍照，可以，但是没时间出去。我们一起走啊。一直想拍，但是没人拍照。你跟着我去。我是这个胶卷相机，我还拿那个胶卷。你为什么要用胶卷相机呢？好看，好看。其实我的初衷原来是想学洗胶卷。哦，谢谢你。对，我码了很多，但是就是需要暗房，但我没有暗房。哦，我们这个年代就没有那些东西，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就觉得很稀奇。哦，对。就是现在其实有很专业的扫描仪，冲出来之后直接一扫描就成像了，但是就还是想体验一下自己在暗房去冲洗啊放大的那个过程。哎，您要先去看牛吗？走，咱们先过去。叔叔，叔叔，你看我们来了。天霸呢？天霸在那儿呢。天霸，天霸，下个月生是吧？下个月生啊。叔叔，叔叔，啊，按摩一下啊！哎呦，哎，他就有反应。天霸凑出来听了。哎，这个真爱听，这真往外凑。好像 SPA 的感觉啊，他。这牛的日子过得也太牛了。他吃的这个叫紫花木须，是专门从他的牧场运来的，他只吃这个。不是所有奶牛都能成为特伦苏的奶牛，只有奶牛更好的成长，才能够提供更好的奶源。哎呀，太爽了。因为觉得听在这里面听他那个音乐特别悠扬哈，不一样。我一直想办一个户外的乡村音乐节，我原来想过在麦田上，现在其实在山里面，就是，对，你想表演者就在那儿，嗯，听的人在这边啊，你说你就在那儿表演，我就在这边，观众就在这边，感觉挺好的。这一片能坐不少人呢，那可以走着听，可以走到这儿说，你听几匹马？走，咱回去吧。你们是去拍照是吧？是的。好。哎，这个位置哦，对，这位置挺好啊。感觉这边的就给人一种很干净、很舒服的感觉。嗯，很漂亮这条。我们去拍他们一些人去。我也觉得人。对，走。Hello。奶奶，奶奶，我们可以拍张照吗？拍拍你们。嗯。方便吗？可以。谢谢谢谢。
是的。阿姨啊，阿姨呗。姐姐。阿姨，阿姨，舅舅。好，再见。我们走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好。小心点。好重啊，感觉这个。这是奶奶带着。奶奶带着，是不是？您平时经常拍照片吗？我经常拍。拍的是人的那种多吗？原来我拍建筑。拍建筑啊。我现在就觉得建筑呢放的地方好多年也不变，可是人呢，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，所以我拍了好多人。记录下来。我现在拍了已经2000多个人。我一般呢都会给拍的人送上一张。送上一张。送上一张。那很好。送上一张照片，他们都很喜欢。真好。哥哥，你咋还在劈柴？现在拿柴，拿柴。对，你辛苦。没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走。洗眼睛吗，盆儿？在这挤眉弄眼的给我。你以后姓张了，你叫张小盆了。哎，他已经预感到跟你走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很乖的在你身上。我盆儿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心都化了，撒娇卖萌。你经常跟着你爸爸走，有一样东西缺不了，就是你可能有很多乒乓球可以玩。以后你就追乒乓球好不好？萱萱，你给我拍个照。我们就要走了。盆儿，回家了。再见再见，谢谢白老师，咱们再回去见。来，我送你们下去，我送你们下去。好的，好，再见，你辛苦，辛苦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好的，好，好，师傅拜拜，师傅拜拜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北京去，北京去，北京去，老师，辛苦辛苦，盆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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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过你的幸福生活吧，跟着新爸爸走了，送一下送一下，来，像盆儿一样自由，走。好，再见了，小妹妹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走了，妹妹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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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再抱抱你，送你啊！还怕走这个楼梯是吗？小盆儿、啊，我盆儿啊。适当的体验和调整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每一点每一滴，我觉得都很值得去回忆。看到炉中跳动的火苗，听到小溪的流水声，让我的心很安静。和你爱的人在一起，处处都有向往的生活。我们都说过你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一路平安。拜拜，拜拜。你这个衣服穿着挺时尚啊，那就时尚。你是时尚走时尚范儿的吗？不是，我是偶像艺人啊。怎么刚才怎么卡住了吗？卡住了。我也是，我时尚圈的。街拍什么的，你可能不太理解这种啊，我是不太理解，但是它是一个趋势，相信大家也不太理解，因为最近的趋势都很难被就普通人理解到。是是。哎呦，这小路真的是，你得记住啊，你小心一点啊，你别掉河里，因为你这个平衡能力，上一季节目是见过的。哎，今天我帮你毛毛，我帮你干活，保护你。来客人了，小点声，偷偷的，偷偷的，咱们是特种部队，不要让他们发现。谁呀？呀，
呀，毛呀呀，池子，哎呀，怎么又是你？这不是毛毛跟池子吗？哎呦，毛老师瘦了好多呀！呀啊，何老师，好了。毛毛来了，黄老师，毛毛来了，池子来了。哎呦，毛毛怎么又来了？这玩意儿怎么还返场了呀？黄老师，瘦好多啊，瘦了啊。嗯，这是张子枫，哎，这是张子枫，这池子。来来来，走吧，我带你们上去。我感觉你怎么老了？你也年轻不到哪去。你这你看起来比我，你看起来比我还老。我是很年轻啊，我是一村里一枝花，我是。啥村一枝花？池子，你有没有其他帽子？太丑了。我没有，我有的。嗯，拿这个，你拿这个试试。我看看，好看？不好看。黄老师怎么又在？对啊，我准备晚饭。我帮您干点啥？不用不用，我先炸点油渣。你们去玩吧，没事，我处理就好，很简单。毛毛，咱们写毛笔字啊。毛毛，踢毽子吧。选那个最不善，哎，咋没毛了？你可真是个闲不住的人啊，真的是闲不住。毛毛，快放下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呼啦圈。这是呼啦圈？就使劲晃晃。到了，哇，好多玉米，好丰盛啊！我们要保持神秘。我们要神秘神秘，我们要神秘神秘。鹏鹏，鹏鹏，哎，来客人了啊？是吗？哎呦，哎。Hello, 你好你好你好，张晋，哎，何老师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豆子来了，欢迎欢迎，黄老师，黄老师好，啊，你好你好，这是尤长进，这是子璇，你可以叫他小豆子，哎，你好，啊，你好你好啊，欢迎你们，可以吗？叫小豆子可以吗？小豆子，恭喜你啊，发新歌，啊，谢谢，这个都认识吧？这些，认识，张子枫认识吧？张子枫，然后彭昱畅，欢迎呀。黄老师这边要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鹏鹏，哎，带他们去看看鸡啊牛啊羊啊这些，看看苏苏，走。你好，嗨，是在哪儿啊？山顶吗？哎呀呀呀，我的好朋友来了。哎呀，何老师 ，hello hello。这是同卓 ，Hello Hello， 你们好你们好，这是黄子弘凡，哇哇，偶像练习生创造101深入人心，明日之子，咋来了一个吐槽大会的呢？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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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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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对，来我们先回屋放东西吧，哎，好嘞。王老师，哎，家里又来且了。这是同卓，王老师。哎，你好。梅溪湖，暗恋桃花源。啊、哦。王老师你好，黄子弘凡，还带了个金丝饼，就带过来大家吃呗。好、哦、好，谢谢啊，欢迎你们啊。先给我吧，我放。哦，好。我专心的把这个火锅做好，晚上你们玩游戏，今天我就。早一点睡了，你不会的。黄老师，哎，我们需要帮什么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弄就好了。你们一会儿帮我们去插秧吧。好，我会让那个鹏鹏带你们去的啊。
鹏鹏，哎，组织大家一块儿喝羊肠。没事，我先带池子下去。你们上次来的时候，我羊都插完了。这次来早了呀，来的巧啊。哎，插秧种出来的是啥呀？水稻。对，水稻。咱们缺大米吗？咱们就没有大米赞助商吗？有没有大米的品牌想赞助咱们这个向往的生活呀？够了，吃不了那么多大米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不万颗米吗？这全要插完吗？今天吗？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吗？哎呀，哎呀，速度，插秧靠的是个速度。哎，扔了吧，放外面去。看这帽子像我的人生一样，搁浅。快赶紧，早点插完，早点收工。他们来了，要过个小溪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他们这帮今儿能把山羊给插完，我这么多人，应该能。我先看一眼去。哇，今天这个阵容真是插秧的好日子。哥哥是直接把它插进去就好。插进去。我想先看一下你怎么弄。就很简单，就你像这样放进去，没了。就好了是吧？对。哦，好。没有没有什么难的。鹏鹏，鹏鹏。哎。插秧已经开始干活了。我姐姐。何老师呢？啊？哦，亚瑟来了。亚瑟，何老师，哎呦，好久没见，王老师，这刘亚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她是演员，也是湖南长沙的，好多年的我的小妹妹啊，好，你好，欢迎。何老师真的是谁都认识，又来了一个小小劳动力 ，Hello， 刘亚瑟，记得啊，我姐姐，亚瑟，王者峡谷的亚瑟吗？不是王者，我们行走的好困难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有节奏，你不能踩下去超过三秒。你看啊，预备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，你干脆就这么着，啪，擦完了，啪，擦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滋你一身。哎呦，我的头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慢着点，嘿。哎呀，好嗨哦！呀，哎哎，我，哎，小心！哎呦哎呀，哎呦哎呦哎呀，哎呦！这水花十分。怎么走动的了？就这样子往后移，就走不动了。慢慢的移。哎，不是，你走那么顺畅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你走这么顺？轻啊！除了轻的。帅。咱们这一队人插完，得两个点吧？不止，五六个小时吧，起步。啊？我今年不吃大米了。我明年也不吃米了。我找了一个诀窍，你就别起来了，这么跪着走特好走。跪着走是不是？对，反正又沾不到衣服里。哎，好像还真的好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也。哎呀，
哇，你这子枫，你这贵式服务啊，你这是。挪不动，要不然。还是彭彭插秧的姿势最标准。你看我们的。跪姿卧姿俯卧撑。请跪。我最新的工艺了，朋友们，左右开弓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哎，走一个，走，相当快，真厉害，我差了三盒了，真的，我也三盒，哇，我们是河南劳动人民，我是江西劳动人民，我也是东北劳动人民，带过去。我给你起个英文名，叫李叉的特别慢。Hello， 哟，狼来了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哎呀，哇，狼来了，狼哥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哎呦喂，我狼，我，哎呦。行啊，男男女女的，是不是年轻人可以啊？哎呀，我正郁闷说，哎，都是一帮小孩，也没啥意思。同学们。狼哥来了，老狼。啊、哦，狼哥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狼哥，赶快下来吧，等什么呢？我先看看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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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你头顶这腊肉，哇，帅不帅？这有点暗示咱俩是老腊肉，是这意思吗？老腊肉的下边也是老腊肉。哎呦我天！你说要小时候弄这么一事儿，跟过家家似的，还不得美死？想想都高兴啊！那可不是吗？小时候的时候约着一块儿上野三坡啊，什么对，十渡啊啊！我那会儿我们家传给我一辆大二八的自行车，你知道吗？啊。然后我们去香山玩，那车有一问题，经常掉链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灾面啊，真正的掉链子。对，真的是掉链子。而且最烦碰上高松那样的，一直贼人不停地说啊。对。跟你有关系没关系？你就跟人聊。对。哎，我都插了四盆了吧？我感觉我都插了三年了。好希望一醒过来就到晚上了。这插到晚上也插不完呀。差不多，你看，其实这边都插完了。妹妹啊，这都是哥哥为你打下的江山呢。一天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不要死了，彭宇晨。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。
毛毛，你弄完这个，你到时候会不会写一首新歌？不会的，叫《饭不易》。侄子过来查，还不露脸，侄子。我劳动不需要拍正面，劳动人民都是辛勤的背影。辛勤的背影。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劳动人民太辛苦了，吃饭是最幸福的事情，插秧不是。胖胖，过来，我们从这边来。哦，这你鞋啊？哦哦哦！嗨，看半天，我得回去换个袜子。不用换，那里边都是水，我得去换个鞋。没有水，没有水，没了。我跟你说，叫轻伤不下火线，你就穿了一会儿上去洗了，咱们把这擦完就没了，快啊。毛不易，我鞋掉水里了，袜子脱了。你完事儿了，池子？没有，我要换个鞋。何老师，我鞋掉水里了。你要不换那个水衣，有一套水衣。是是，我再换一个水衣吧，太难了，生活太难了，谁再吃大米我就恨谁。彤彤，我回来了，重新出发。池子，你加油，你把那片擦完，我们这片也差不多了。都不是事儿，我相信你。来吧，朋友。来，黄子。哎，来来，快速啊，比谁快，完事这就收工了啊。啊，来。我要高效了啊。哦耶。耶。池子真能干。池子这次来向往，就是为了摆脱他上一季不干活的人设。我上一季没干活吗？上一季不是李诞吗？哦哦，对对对，帮李诞摆脱。我帮他摆脱，我有必要吗？我帮毛毛摆脱。人样可以，插秧快乐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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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团结。完事了，哇，擦完了，是吧？完美。这个真是神速，你们可这么厉害啊？人多就是好，但人多吃饭就不好了，最好就人多干完活都撤了。把那个要踹一下，把那个踢开，上面有鱼苗，走你们。OK 了，好。哎呦，行，辛苦辛苦。辛苦，劳动人民太辛苦了。谢谢。哎呀，大家都把衣服脱在外边给我，然后换鞋进去换衣服，什么要洗澡的可以排队洗澡。谢谢。好多双鞋。何老师，我的袜子丢了。你袜子我帮你洗了，都晒在那儿。哎，还不错。那这待会儿晒干了，它就能再穿了。哎呀，何老师，我自己洗就行，太好了。没有，我就搓了一下，因为我看那泥。那个各位请注意啊，楼上楼下一共有三个洗澡间，大家可以轮着换衣服和洗一下。哎，走，换衣服去。不换了。换那么些衣服干啥呀？时尚。又不洗澡换啥衣服啊？一会儿自己就干了。其实我也是你这么想的。你有点脏了。
你不洗是吧？那我也不洗。我在想，可以吃完饭再去洗。其实跟我一起睡觉的人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不洗。我不洗，反正我不洗。我来之前洗的，我一天就洗一次澡，我不管。我好佩服你们不洗澡。我们该说些什么呢？我也佩服你。我不值得，我可以一周都不洗澡，我可以一周都不洗澡。为啥呢？我们东北人洗澡比较麻烦，特别隆重的一件事。那现在不隆重了呀？那我们习惯了隆重的洗法，就是又搓又啥的。池子，你要不要洗个澡？我可以洗，我一会儿等他们洗完我去。池子来洗了，不是他们不洗，他们去换衣服。哦，那不是等他们换完我去。好像楼上的洗手间出来了吧，是吧？听这架势好像是。对，那你们谁去洗洗，冲一冲。你去吧，啊，你去洗个澡。我们三个坚决不洗。那换个衣服吧，求你们了。我还好，你换吧。你不换，我也不换。换还换呗。行吧，换衣服吧。毛毛，你看我的新衣服。你穿那个得显得黑的要死。等我。I don't care。豆子，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美颜秘籍美颈明白系列？好呀，它可以美白淡斑。哦，对了，洗完脸以后再用啊。嗯，好。抹什么呢？给我抹点。这个。嗯，鹏鹏，哎，把你衣服都搁外面。好，彩灯，给我洗衣服去。哎，你有洗衣机没有啊？你让我们把衣服洗一下，行不行？好爸爸，这我代言的呀。好爸爸致敬浓缩家亲肤机洗露，是机洗专用的，能有效的去除尘螨菌，亲肤无刺激。现在几点钟了？太阳还没有下山，水应该干净吧？你给我喷一下看看。给，不是你喷我啊？你这个要求我也是。我隔远一点，你在水中跳舞。来，预备，走。我现在，这是什么鬼偶像剧？哎呀，上次荡秋千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我也不记得了呀。得劲儿啊！得劲儿，老得劲儿了，太得劲儿了。鼓掌！都有。鼓掌。好，闻，孩子们真好。咱那会儿啊，比他们稍微笨点，但是咱那会儿呢，比他们就是没有他们这么单纯，知道吗？对。你知道那个这蘸角，我爸以前做特棒。我们家也是，我爸爸也是，每年过年都做。对，我爸不在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年现在我自己在家做年夜饭给家里人。
就觉得哎，还真有那个一家之主那感觉。这还有个瑜伽垫是咋的？给我健身的。真的，天天晚上健。battle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要不服，先来。怎么着？掰腿。我把那个尊严找回来一下。来。啊！你又非要让我给你来啊！你不是想找尊严吗？他也打不开玄机。池子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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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Cool。王老师，哎，池子不行，掰不赢我，走吧。这游戏好无聊啊。从昨天到今天，我的自信建立在了池子上面。你是输了两天了是吗？对。跟谁比输？张继科当然输了。不是，跟玄姐比我也输了。啊！你笑啥？你还不如我呢。黄老师，哎，还弄那个吗？他们爆米花。弄啊！他们歇会儿就赶紧把爆米花，趁着天好在外边。鹏鹏，哎，你把爆米花给弄了吧。我们这个是明天带给学校的孩子们的，是吧？对，我懂了。走，爆米花，注意安全啊！把那个使用说明书再看两遍。好，这就放这儿就行。先要预热。咱们是钻木取火吧？钻木取火吧。你说我说你啥好？这么大人了，啥也不会。可以了，着了。来来来，先把这个盖上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好了好了，紧了紧了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。哦。在预热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就看见我们生物人心的奶就特熟悉，再喝一个。行，在这种炎炎夏日。喝一杯特仑苏，我觉得梦幻盖，打开方便，入口细腻顺滑。我说你手受伤吗？对，刚刚被刀切一点。谁呀？谁呀？没事，我现在去弄一点。在这儿消消个炎。那边还需要洗什么吗？你帮我那个我已经洗完了，但是要再冲干净。那里面有两把刀啊，小心。好。你要一起洗吗？洗。来。来，池子，放下来。他们要炸了，小心堵着耳朵啊！啊，有那么小吗？啊啊！哎呀哎呦哎呦哎呦！池子，你来，我扶着。我扶着，你来吧，没事，你放心。老物业你来，老物业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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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毛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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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爆！龙！啊！走，一二三。没爆，吓死我了！这还预热，鹏鹏，你这真的是太怂了。孩子们真好，我觉得年轻真好呀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？哎，彩灯烫着你。彩灯挺有野心的，彩灯。我怎么弄了半天那个？朋友圈一个人就行了，不用管他。没事，有毛不易呢。毛不易他肯定他特别爱崩这个。对呀、啊，毛不易就爱开这个。毛毛，你敢不敢摇一摇这个？我不敢，我连气球都害怕，不要让我玩这个。操！撬，对，人家是转一下，撬，就是转动了，是动了。你都不让人毛不易转一下，毛不易都在等半天了。别转，哥，我不转了，我不等。快快快，来倒红色给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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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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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婉拒你，我婉拒你。没事，就一身。没事，你就转两下。人这一辈子就一身，你们咋不转？你就转到红色。哎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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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转了。很安全的。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这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我比你胆小。不是，那篓是我弄的，我已经尽一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刚才你没来的时候，我确实在这闷了一会儿，是吧？真的，我说这我也都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跟人聊啥，我就闷头在剁馅儿。咱们四个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天天在一块玩的是哪年？九五年吧，差不多。对，你我，小松，对，还有那谁，玉东有时候也在啊，郑军，黄婷吧，还有，嗯。这一转身是24年前的事儿，太可怕了，真太可怕了。我当年追我媳妇儿，第一次决定追她，就是咱们几个在那儿，你过来有没有印象？啊，是吗？好像也是我排练完了，哎，我媳妇儿他们班几个女孩跟94的几个男孩进来，啊，我当时就上火，说我喜欢那姑娘，已经有人开始追了。被雷击了是吧？我当时就被雷击，我想不成，我得赶紧，就这结婚过了一辈子。你跟你媳妇多少年了？我们俩，我想想，87年到现在30年了，对，32年了，可怕了。我跟我媳妇，我看啊，24年。拿，又得，你看，你看，先把馅儿给周里。有的，在哪？好时髦，超级时髦。是我们的节奏哥哥，可棒！发一下我们吧。哇哇哦！再等一会儿，这个爆啊，有本事别飞！砰砰砰！快了啊，池子！快了！
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好紧张。我上外边还有点事儿。他有事儿，我们等一下，停一下，让他回来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到到啊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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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啊啊！哎哎哎哎！等一下，橙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橙子。没事没事，别喊，别喊。汤马，哎，好好，对，好，可以了，来开吧，来开。耶！啊！我也挺骗你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别吓我！对，踩住他。耶！啊！三！你俩为什么会倒啊？有那么大力吗？没有，害怕，风一吹，风一吹就倒了。太怂了你！你不也是吗？我那是我是爆米花的人。快，可以吃。面上的吃，面上的吃，面上的可以吃。为什么不放糖？我尝一个，尝一个。真应该放点糖，真的应该放点糖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呀！还有玉米吗？再来一次就毛毛的了。宝宝，转两下。不怕了，我就转两下啊，转两下。哎，转到红之前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行。哎，没事的，来来来，我就坐你旁边，来来转，转转转，真没事，真没事，不要烫不烫？不烫，怕给你个手套。嗯，来来来，戴个手套。不用不用。你行吗你？转起来，你干什么？转着转着转着，带着爱，带着爱转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。毛毛已经流泪了，你就觉得咋的？我是觉得吧，我每转一下。你都我心里对吧？我知道，你怎么了？我形容不出来这种感觉，我真死囧到这个时候。差不多了吧，快点。这刚到还没到0.5，我还怕。早知道怕啥？非得让。那你开吧，那一会儿好不好？我不开，不开。这样，毛毛，你这次你扶了这个筐。不行，那不就是炮弹瞄准我吗？瞄的是里面。对。哎，我的妈呀！
这你要走出这一步，走出舒适圈，你知道吧？我不走出了，我就在舒适圈里。快了，快了啊！来来来，毛毛啊，橙色了，转一转呀，转一转啊！刚才你们自己的行为也没有特别的那个啥呀？我们刚刚就有一种英勇的感觉，我有预感第二段会很帅，而且我们不会害怕，不会害怕。好，何老师，我来了，来吧，来来，找你。哎，那个棍儿呢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池子，你别拉我，我们不会害怕。啊！你干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！来，三，二，等一下，池子，我们演个不怕的那种。不怕，我不怕。来个不怕的啊！不怕了。走！哇！哎呀，这次好，浪费的少，没有刚才浪费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没问题，没有露出来。鹏鹏吃吧，鹏鹏全是你的，我尝一个，尝一个，是不是糖放的不够多？刚刚好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没谁了，完美，这太好吃了吧！我好久没吃这个味儿的爆米花了，甜的。为什么我们一群人在地上捡吃的呀？这太好吃了吧！来，我们来分装，把那个装到这个袋里面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还可以吗？嗯，其实还可以，可以多装几袋，会不会对，多装几袋吧，可以多给几袋。哦，哎，完美。池子，你把这个啊弄了之后就不浪费，我们可以给鸡吃。这个明天送出去还挺体面的。小度，小度在呢。毛不易音乐，有请声音里有故事的少年。哦、毛不易，平凡的一天。我没听，没听你的歌，没事儿，别紧张，没听。还看 MV， 要不要脸？
哎，你弄完了耶！哇，可不是吗？太棒了你！哇，这太补了，看起来。哎呦，对，我还没做我的猪油饭呢。谁要的猪油拌饭来着？我。讨厌吗？我讨厌，这么大岁数要猪油拌饭你。我们这么大岁数吃点主食怎么着吧？可以吃吧。我的天哪，这要命了。我来帮你办吧。啊、不，这个得我来。我说你服了。不会烫死。不烫不烫。12个椅子，围着圈坐。鹏鹏，哎，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拿，只要盖着锡纸都往外拿，但不要掀开啊。好。我把火锅点上了，侄子，你能拿出去吗？我能啊，手套，这没问题，烫吗？这不烫啊，稳定啊，稳定压倒一切。现在啊，今儿一晚上的东西全在你手上。对，其实大家伙的幸福就在你手中。全村的希望。OK， 非常棒啊！这要遮了，咱们就是不是就走了？咱们就，你肯定是走了。哎呀，终于做了一个对国家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全打开吧。哎呦，好棒啊！这卤的，哎呦，太完美了。来，何老师，你来吧。来，首先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蘑菇，欢迎我的多年挚友狼哥啊，谢谢狼叔，狼叔啊，还有我们返场的这个毛毛跟池子，啊，还有这些年轻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来，开心，开心。我们进黄老师，黄老师辛苦了，黄老师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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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招待。开盖吧，可以吃了，嗯。我不管了，我先来。我先来一个蛋饺，因为这是我狼哥一个一个。对。狼，你的蛋饺煎得好。哇哦。陪身啦，大家。瞬间美。哇哦。哇哦。这个蛋饺，狼哥，不错哟。是。原来你是这样的狼哥。是还挺好吃的，是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那我先拌一拌了啊！你我拌好那一层，你拿勺一盛，一勺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哇！这个猪也不是外面买的，是黄老师用油炸熬出来的。嗯，哇，好好吃，太厉害了。朋友们，哎，黄老师，敬黄老师一个。哎，不，对，辛苦辛苦，黄老师辛苦，黄老师辛苦啦，辛苦啦，我们的母亲，母亲，我敬母亲可还行。你们大部分的年龄还没有我和狼哥的艺龄长，哎，是哦，现在就跟我们挤在一个桌上，还把我挤得这么边上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小野，你相信平行时空吗？相信啊。那你觉得平行时空现在的你在干什么？我想应该是
注芒果 TV 原创频道，每周五晚6点更新，给生活加点盐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。你们大部分的年龄还没有我和狼哥的艺龄长。哎，是哦。现在就跟我们挤在一个桌上，还把我挤得这么边上。池子就说你呢，我错了。池子，我问你，我把你安排在准 C 位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能跟我说什么？来了，两次了。不是。首先，狼哥是 C 位。其他人我是按照今天来的顺序排的。So easy。大家慢慢吃，吃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对。何老师，我跟妹妹换一个位置吧，她坐在那儿什么都吃不到。啊？她说要跟你换位置，她怕你吃不到。不用，真的不用，狼哥，狼哥，你饶了她吧，狼哥，她还能哭给你看。真的不用。哭给她看，妹妹。哭。真的不用，我真的，因为我看他一直在吃萝卜丝儿。没有，他吃的是那个银丝卷饼。他女孩子爱吃这个，你真的，你误会他了。你让孩子那不舒服。你真的误会他了。应该哭。这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吃了第几个了？这是我看到的，这是第四个。老，哎，我这小 baby 他演我闺女，是吧？对，几年前演我女儿啊，所以我们到后来都是直接说，妹妹，你去帮爸爸拿一个啥？我就当她是我女儿，也合适，不然为什么把她留下来？其实说实话，大华不在，我真是觉得挺好的啊，妹妹。我今天下午，我跟你说，这说真话啊。鹏鹏带着大家伙下去种田的时候，你帮我在那煎蛋饺，我在那弄那个炸那块肉的时候，我真的一瞬间想喊大华把火给我升上，就差一人给我生火的，少一人。大华，你看到这一段，给我发个微信啊。哎，大华是谁啊？大华是谁？你咋啥也不吃劲儿？吃了，什么风格？你今儿真的，你是不是因为坐的位置不太好？怪我啊？没有，跟你没关系。你那岁数了，要抢 C 位，你必须坐 C 位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，对前辈要尊重，不是尊重，对前辈要尊重，对前辈尊重就是对你的未来尊重。你年轻过，你还没老过。他年轻的时候，是我们那一个时代所有人白衣飘飘的记忆，就是他，真的。好，敬狼哥。别，我敬时代。谢，是真的。谁不会上同桌的你啊？当时还有一个作词作曲的那个啊，对，我们仨，我们可好了，叫高晓松，我们天天在一块玩那会儿。不是黄老师那会儿那个都以为我们特喜欢他，其实我们不喜欢他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指定座驾，一汽丰田卡罗拉家族，畅享被爱时刻。向往的生活推荐 APP， 唱吧手机里的 KTV。
向我的生活甄选产品万和热水器，全球5000万家庭的温暖选择。向我的生活指定产品稻稻泉植物甾醇压榨菜籽油，让饮食更养生。我们天天在一块玩那会儿，不是黄老师那会儿那个都以为我们特喜欢他，其实我们不喜欢他，我们喜欢他们班的女生。开始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都是找我的，后来发现他呀、高晓松啊、郑钧啊、玉东，每天我一排练他们就跑来了，在那儿他们就坐底下看我在上面演话剧，他们底下看，我说这哥几个太靠谱了，看话剧太喜欢我，晚上约我说是出去吃饭，走走走，哎，叫同学一块儿呗。这一句话性质就变了。嗨，呦呦呦，湘西太湿了，真的，你这湿气一下去，一会儿就长湿疹。这么快吗？我没有，一会儿就长。说的我都有点痒了。没有，我有经验，真的，因为大夫跟我说过，他说你不要坐在湿的地方，他说很容易长湿疹。啊、哦。你看，这是没办法聊，我们就不是同一个时代。你看池子，孩子吃醋。池子吃完饭就会有一个痴呆期。对，我发现他没话了。不是，他有10分钟一个姿势完全没有动过。他上一次来啊，就吃什么肘子，肘子红烧肘子，肘子汤和的面。哎呦，我天老爷！你两次黄老师吃饭，你都吃到弥留之际，你。池子，你回北京哪天你到黄老师家吃饭去，我给你做顿大餐。行啊。哎呀。我就这一年，问我想吃啥，我是不是还想吃肘子？其实我今天做的所有东西，其实就是一整盆猪肉，全猪宴。豆子对猪肉敏感，过敏。对猪肉敏感，过敏。真的吗？他吃完猪肉过后就很像喝醉酒一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时候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就发现了。你对猪肉过敏？嗯。你看多可怕、啊、但是今天这是纯猪肉宴，别哭别哭，不至于不至于。那你吃肉了吗？我吃了很多。嗯，是难受的还是其实没关系，只是有点小晕，就嗨就嗨啊。他嗨了，他太厉害了，你家里养只猪你就上天了，你感觉像个荷兰猪。池子能不能好好聊天？你再吃晚饭吧，把这嘴堵上。哎，今儿你们的秧插完了吗？插完了，全插完了。黄总去看一下，目测跟没插一样。哎，挺好的，真的。哎呦，插得好啊！他这个插得好，因为他这个将来可能长得比较大，鹏鹏想的周全。鹏鹏现在发现变得很内敛，他被爆米花吓的。你这样说的，我真想给你比一次跟狗赛跑。H 来了，放出来给池子 PK 一下。我这饭吃到一半得跟狗赛跑，谁能想到？这是我对这个节目出乎意料的地方。人狗大战第二季。等会儿我扔。来，预备！站起来了，预备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
向往的生活特别赞助美颜秘籍美肌凝白系列科学美白安全淡斑。向往的生活特别赞助好爸爸洗浴露，有害家庭安心之选。向往的生活都是歌手，可以下期看点。啊，美丽有奔跑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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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这太嗨了吧，这个！我说老狼来了，我现在就是，他一来我就舒服，因为我跟你们也不熟，我没必要跟不熟的人非得瞎扯，所以你们现在跟我打招呼，我也没那么热情。爸爸困了，爸爸今儿累了。怎么了，宝宝？哎呀，哥，你哭死我了。何老师 ，Hello！ 天哪，来了四朵花儿。哦，要吃宽面的来了。我能抱你，别在手上抱了，你抱你抱篓子里面的。没事。我看。走，好了，出发。嗯。这里一定要小心啊，朋友们。好。你会做这个吗？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。我觉得你们不要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很麻烦。让他就做会做一晚上。让他们玩一会儿嘛。觉得姐姐比较有可能做出来。那个。变成小球，然后再粘嘛，再拿针去勾。你要参与进来吗？不是，我就看，看你们没有办法的样子。豆子，你自己压力很大吗？有一点哦。来来来来来。女孩都放弃治疗，男孩开始。我看你们浪费东西，你看这样头就做出来了。厉害耶！是不是？米奇耶！你看这个好可爱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样。